君子一诺千金，但我杨潇不是君子。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走，要么我杀了你。你只是杨左使，不是杨教主。明教之所以四分五裂，你杨潇难辞其咎。明教界有如一盘散沙，危在旦夕，还不都是因为你一个人闹的？你呀，就剩下一个人说了算。可惜啊，谁会听你的呢？谁来指望？对不起，教主，你不能让他们攻进来，除非躺过我杨潇的尸体。只要明教尚存一息，就力保兽体不灭，死而无悔。倚天剑在我杨潇眼里就是一个破铜烂铁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欢，喜乐悲愁皆归尘土。我杨潇此生，只要你纪晓芙一个女人，若非死别，绝不舍。小芙，小芙，等我。我叫杨不悔。杨不悔，杀还是不杀？小芙，恕难从你。多好听的名字，杨不悔。无忌，珍重。参见教主。参见教主。放下恩怨，联合六大派一同抗日。教主，你先想着。你说是他重要，还是我们明教的弟兄重要？够了！当日在光明顶，若不是教主舍身相救，明教上下早已灰飞烟灭。你们良心何在？忠义何在？是应教主，他们俩两情相悦，还望您成全。您是因为上一辈的恩怨吗？没有恩怨。殷六侠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唐人。想当日，我女儿少不经事，行止有心，日后如若有过，纵由我管教，伤她者必诛之。爹，这些年爹爹都没有好好看看你，你怎么就长大了？乖女儿，你是我的骄傲。要是你继续这么岳父又不屑辩白的话，你终其一生都会不断被这个追杀，不断被那个追杀。你真的不怕死吗？人生就没打算活着，死又何惧？我本皆傲少年身，不信好兄弟，不信任好兄弟。山前人间忽恩红，却说鬼魂流落。没事。杨潇，比试下吗？不用了。来，再见一面。